全是皮，全部把它拔干净。疼吗？这个地方差不多就行了，硬拔的话连着皮会拽出血。这边差不多了，就这边看清楚了啊，从这里下到这个青线，往手腕动，比较硬指甲。这也长肉里面了，看到没？不好了。你这指甲也受过伤的。他指甲这里刚才一条杠，估计受过伤的，你看里面多干净。然后把这里基本上跟肉连在一起的，剥的时候要注意一点。疼吗？不疼吧？连在一起的，连得特别紧。一般它不会连在一起啊，都看情况的，看连一起的。看这个皮，这个要注意一点，很容易出血的。慢慢剥，把它分离开。像这种不要硬拽啊，一拽肯定会出血。慢慢分离。分离开以后一拽就掉了。这里有一点，你看。看一下。往那靠一点，对，好了，我操，嗯，好了，疼那就不弄了，这里地方都不弄了，这一点没不影响的，就是太那就不弄了。